上的猴子了，那肯定指望不上了。那你说办一个又选一个，你最起码给一个玩也行啊，一个也不给，石头人还让我办了。石头人这把一般吧，石头人不太配。奥恩也不配，就这个小炮的挺好。我这大招是用智能施法还是不用智能施法？直播间有没有玩过小炮的？这个 R 技能我摁一下，然后是在天上抡，然后再摁一下是往地上砸，是智能施法还是不是智能施法？智能施法是按住，那我就不用智能施法了。不过刚才有个兄弟说干啥？建模，好你个建模，我抠你一下。我再抠打不灭，撇飞盘，哎，捡肥皂，抠一下走，吃个药，平A，抠一下，撇肥皂，闪现也平A，不太行啊。扮英雄有用吗？你看，这都基本操作。你可能以为我不会玩这小炮，但其实我小炮是有练习的。抠一下，撇肥皂，给我上墙！哎，挡！哎呦呦呦，痛痛痛痛痛！没关系，打不死。莫干辣闪现了！莫干辣闪现了！我可要传送了！你能玩了不？你们还哎，一直抓，烦死了。老公，你在公屏打字说欧巴卡基玛，我没法打呀，我是简体中文输入法。先出小反甲，你别着急呀。是这个样子的啊，一个小布甲，和你干哈呢？你干哈呢？你在做些什么？
你有点神志不清了，我发现。算了，回家吧。你刚刚是杀人了吗？杀人了。有点慢，有点慢。慢了就别摁了。建模的游戏结束了，虽然我的小炮啊还可以吧，但是我们也只是一个右。天，这肥皂最好是撇人儿啊。抠一下，撇肥皂。呀，抠一下。呀，这都能打着。再抠，走位，撇肥皂，我一上来抠一下，平嘞，起立打把妞，哎呀，他有闪现，我闪现呢？我闪现咋没按呢？哎呀，我操！我这怎么能没按闪现呢？干扰我了，兄弟们，干扰我了，我不能那啥了，我不能看你们弹幕了，这把我得坐起来玩了。嗯，你也别干扰我啊！我这把我得好好跟他玩一玩。这把不跟你们注重这个节目效果了。很明显这一波不应该被杀，知道吧？就是傻子都能想到这剑魔要抠闪，但是我们没想到。当时我的脑子之中啊有点乱啊，薛飞是有点乱，他必定抠闪，他不可能不抠闪。现在我们记着点，他没闪现了。开始了，就开始无限抓了，就开始了。先来个布甲海，孤儿啊，简直是孤儿啊！
看你的了。兄弟呀，抓个人这么难吗？啊？有没有这么难啊？他要传送了，我们回家。来个小日炎。这人怎么都咳血了呢？挺快呀！啊，这装备出的挺快呀！哎呦！我传送一手，哎呀我天哪，还好我有走位。这为啥会全死？他 QE 应该打不到我。哎呀，流闪！这峡谷先锋打两个屁股没打死。太行啊！저기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露露死哪了呀？这也太难了，这玩意儿游戏太难了。
全是人呐、啊！我的天哪！哎，真难玩。闪现没交出来，传送下路全残血，让剑魔一顿收。俺们家干看个人费劲死，哎呀天哪，不好办呐！我没放弃，他们放弃，一直在那记记记，你是？那个看 win 是谁说的？看 win 是中单说的。我也没放弃，他们一直搁那记记记，我操！人家家的建模爹级待遇啊，你瞅着就搁塔下就硬耗我血，我没有人，就搁我这面前耍杂技，在我塔前一顿耍了。我不会一墙吗？我不会一墙，我只会把人给一到墙上。700块。出点什么呢？来个反甲吧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。探行者之沼螳螂。卡特去上路了，我们去下吧。小龙45秒，能玩儿的吗？我也不是说被抓就这样，你说玩，你说跟他们玩闹心吗？我去哪都一片人。哎呀，按错了。哎，刚才摁 R 怎么直接飞出去了？怎么蓄力来着？是摁住还是摁一下？我想给他们锤飞的，不过一样嘛，这结果是一样的，无所谓了。还好我们是够肉啊，我的发育其实还行，你看那剑魔642，他也就100刀12级，我的等级跟他一样。
我们跟他发育其实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一点差别。他的装备甚至可能还没我好，他很脆。现在他们家是缺少前排的，目前我传一手塔啊，漂亮。不用他，不用他说的，我知道。你小心点啊！哎，这家伙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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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给我飞呀！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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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会飞，这不大龙了吗？大龙没了，大龙没了。他没个秀，他秀不动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打野差三级。你们家中单是中国人吗？那打野让人压三级，龙也是他因为他丢的，啊，等级也是他最低，完事呢，开始挂机。谁给我点的？正在路上。那锤石勾着，赶紧跑吧！嗯。几点？没事，重新再打吧。给他打到晋级赛了。毕竟我们落手那把也坑人一把，嗯。遇到点傻子也正常。谁呀？这是咋一直刷屏？
莫甘娜一直针对没办法，其实也不是莫甘娜一直针对，莫甘娜针对不针对的无所谓，只是打的有点烦，针对就针对了。主要是人家这么抓你，你如果还这个样子，你说你让人压两级，完事龙还是因为你丢的，出个破逼暗星者之爪，我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出的干啥。完了，都心态还不行。这都不想玩了，这都估计够呛了。傻子。人家家莫甘娜又打小龙，又打先锋，又刷野，又赶客。俺们家螳螂暗行者之爪，骂人说上路是傻逼。就这样式的，有点本事。别追啦，这顿追。太白。